日式嘅，我哋亦都有寫拍河流部落。你咧身為今次活動嘅知星咧，我想問你點解會攞咗呢一幅作品嚟作為呢一個上面嘅義賣咧？因為我知道你好中意影相嘅。係冇錯。咁點解會揀呢張咧？係啦，呢幅相其實係我我講點解我會影到呢幅相嘅，因為我影呢幅相嘅之前十分鐘我係瞓緊覺嘅，咁因為我公司打嚟就同我講話，喂你要交相，交咩相？唔記得咗呢樣，跟住咁我就起身咁一路喺度張牀度邊瞓啊，諗下一陣起身之後要影一張乜嘢嘅相咧，因為都趕住交，咁最後就影咗我自己起身。第一個畫面就是戴眼鏡，因為我是有近視的，咁所以這個畫面就是即當我戴眼鏡之後，我看清楚，咁然後就行去窗口度打嗰個窗簾，咁一個畫面就是我每一日起身都會做的一樣嘢，就係睇下出面的世界是晴天、陰天定話雨天，咁所以希望張相可以幫到更加多的人。同埋都好適合我哋今次活動嘅主題，就係假如再也不見，這一刻我就想見啦。係，冇錯啦。咁我想問下，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提前預埋啦，咁唔知喺邊度舉行咧？太古城中心啊，今日到3月10日。嗯，冇錯。冇錯啦，所有得獎嘅好犀利啊！所有得獎同埋參賽嘅相咧，亦都會喺呢一個中心嗰度進行呢個展出嘅。係。同時咧，你嗰張交出嚟嗰張相，亦都製作成為明信片進行義賣嘅工作喎。不如呢個時候你幫我哋宣傳下啊！我自己一個有近視嘅人，咁其實已經覺得好唔方便，更加何況即係失明人士一世都可能再即係睇唔到嘢。咁所以希望我哋有眼睛可以睇到嘢嘅，咁幸福嘅一件事，可以將自己可以幫助到嘅嘢都可以幫助到佢哋。同埋我覺得出錢出力，其實出錢咁當然係可以幫到佢哋啦。咁出力其實好多途徑，咁支持個活動啦，可以呼籲身邊嘅人去支持啦，亦都呼籲身邊嘅人去支持啦。咁樣都係一個好大嘅幫人嘅效益咯。咁希望大家可以盡力啦。多謝曬，多謝啲嘢，咁唔該曬，係啦，多謝。